我们念诵南无大萨三声，礼敬佛陀法的主人。南无大萨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。南无大萨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。南无大萨阿伽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萨。现在我们讨论到心所一七六，我们谈完了。在气里边呢，里边有接的那丝，另外一个心所叫作意，在溜呢有寻 vitaka，还有思 jhana，这三者呢很相似。那我们需要懂得分辨。这三种很相似的心理素质，动机。Manasikara 作意，还有寻 Vitaka 这三者呢，那我们将会讨论它的差别。曾经有一位夏多给以下的例子。就像一个赛船的比赛中，在船上呢有三个参赛员，一个坐在船的中间，一个坐在前船头，一个是坐在船尾，总共有三个参赛者在一艘船，小船上。坐在船中间的人呢，他将是滑动船，好像目的地，而坐在船尾的，他只是摆动方向，摆动船头。坐在前面的船头的站在者呢？只选择方向的，对不起，后面的舵手呢是转换方向，坐在前面的那一位呢，他没有特别的工作，他只是在鼓动，在鼓励其他两位赛手去。履行他们的工作。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坐在船头的将会去拿起代表他们的胜利的旗帜，而坐在中间的那船中间呢，就像 Vitaka 寻一样，他是把心传输到目的地，所以坐在船中间。划船的
带条着船，在船尾的那一位白的驼驼呢，他就向曼纳西卡拉作揖，他决定这个信要转向于哪里。坐在船头的，鼓励另外两位成员去做他们的工作。那坐在船头这位选手呢，就像痴心所一样，这就是。这三种新手的差别，这三种看起来很相似，它的差别就是刚才那个譬喻所显示的。所以我们学习了一就是心识，七是变一切新新手。那七，我们再重复念，跟着老师念来熟悉它的名称。Passa, vedana, sanya, cetana, ekagata, divitindriya, manasikara。再来，Passa。维的那三亚，杰的那埃克嘎达，吉维丁德里亚，曼纳西卡拉。再看六，一七六又咋听说？维达嘎，维加拉，阿迪摩嘎，比利亚，滴滴，强纳。维达嘎、维加拉、阿迪摩卡、比利亚、滴滴、安娜。现在我们一七六结束了，我们再谈十四。七是变一切信心所。六不是在每一个信息刹那，有些信息刹那有，有些没有。有些呢是跟善的心是相应，有些是跟不善的相应。现在我们要学习的是。十四不三心所，不三心所只出现在不善的进入过程里面的苏醒。如果这一些心所在我们心中出现，那这个人呢称为愚痴人，所以这些心所呢也可以称为愚痴心所。请大家跟着念。摩哈痴，阿希里嘎无常，阿希里嘎
无惭，安诺达巴，无愧，安诺达巴，无愧，乌达加，标举，乌达加，标举，这四种心所是时常在任何不伤心都会出现的。无论是杀生、偷刀等等这四种心所呢，一定会出现。另外，接下来的是。贪嗔贪著，罗巴贪，罗巴贪，毗提邪见，毗提邪见，玛那慢心，玛那慢，有时候翻译成骄傲，这是。贪著，它不是时常一定会出现这些心所。当你有执着的时候，有对某一些东西起贪的时候，这一组心所将会出现。但是如果你相反的，你讨厌一个人，你不喜欢一件东西，这三种心所就不会出现。这是贪著的心所。接下来是嗔主，嗔主有四种心所。嗔主的心所是：当你生气、失望、担心、忧愁的时候，也就是对所有人不喜欢、排斥的时候，你的心中就可能出现这四种心所之一，或者是这一组的心所。多萨，嗔，多萨，嗔，有些翻译成怒气。伊萨，妒忌，伊萨，妒忌，有时候翻译成羡慕。曼加利亚，天令。Macharia，天令或者是知识，或者是占有欲，Gogocha，追悔，有时候翻译成后悔，恶作。追悔、后悔，再来多萨、伊萨、玛加利亚、果果恰、多萨、伊萨、玛加利亚、果果恰。下面再来看缇娜、昏沉、灭达、睡眠、缇娜。昏沉、密达、睡眠、昏沉睡眠、昏沉睡眠是，你当你升起不伤心，但是这种不伤心还不是很强，也就是弱的不伤心，或者是
在三岁中的不伤心，是有就有分层睡眠。但是如果不伤心，身体是很活跃的，它就没有这两种性锁，没有分层睡眠性锁。就是立即底下疑，可能会跟前面的四种变一切不伤心所一起争取，但是疑呢，不会跟安住或者是嗔住任何的心所一起争取。所以，首先是前面的四个，是无惭无愧。第二句呢是任何不伤心都会升起的。然后第那三组呢是在贪的升起哦，升起嗔是嗔的时候升起。然后下面的疑呢是单独升起，不跟贪和嗔组的心所一起升起。请大家跟着念，摩诃、阿希利卡、阿诺达巴、乌达恰、罗巴、迪提、玛那、多萨、伊萨、玛加利亚、波哥恰、提那、米达、维吉吉恰。再来，摩诃、阿希利嘎、阿诺达巴、乌达恰、罗巴、迪提、玛那、多萨、伊萨、曼加利亚、哥哥恰、提那、米达、维吉吉恰。第一组是无惭无愧，第二组是变一切不善的。当一个人杀到冥王九的时候，二口其余和两食的时候，当遭这些恶的时候，这四种心所一定在心中升起。同样的，当你具备这些心理素质的时候，也是会因此造恶。第一是摩诃，是。也另外一个名词叫做阿维加无明，也称为阿尼亚那无非知。也就是有吃就不能如实知，而是错误的了知。它可以导致我们的心黑暗、
它可以覆盖。它可以覆盖隐秘雕恶法的过失，它也不能如实知民法司法，不能够如实知因果生灭。它只能够了知，就是它只能够抽的了知，就是我的有儿女等等。在缘起之里边呢，就提到维加巴杰长嘎无明原型，无明其实就是这痴心所了。但我们有痴，我们就会有造作，有行，就会有业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无论我们所遭受的，无论善和恶，都会导致善恶业的果报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心所了，摩诃或者是无明、阿弥陀同一个心所。对于阿罗汉来说，他们已经根除痴的心所，他们能够如实知。民法、司法、因果，还有生灭相。对于他们来说，他们还是听法，还是礼佛。但是呢，他们所做的一切行为，不再是造业、造作，所以呢，不会有业。因此呢，对于阿拉伯来说，因为没有造恶，所以他们不会有不善业。对于三行呢，他们还是在做，但是又因为没有无明，没有知，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再叫做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再造作产生结果，没有所谓的善的这个因素之一。所以呢，他的行为，阿罗汉的行为只能够称为 kriya 为作，只有行动罢了。的确，只要我们有业，我们就会有生命。有生命的话，就有这个身体。这个身体因为业的结果而来，因为有身体，我们就会继续在造作，又会再有业。这个业又会导致另一期的生命。如此，我们就会有一生再一生的生命。但是对于阿罗汉来说，因为他们不再有无明，或者是痴，因此他们不再有业。他们入灭过后呢，就不再有身体，不再有生命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轮回已经终止了。
因此，这心所是心所呢，能够让一个人暗淡下来。当你闭起眼睛，没有光的时候，所以黑暗是因为这痴心所导致的。如果能够去除这痴心所，那你就会体验到光。这是痴心所。它也是轮回的根本。一般佛陀会说，有时候佛陀会说，这个因素，在无明的因素是轮回的根本。有时候佛陀会说，哀染也是因，所以轮回总共有两种因。因此，要根除痴心所，我们就需要辨识色法、名法，辨识因果、生灭，也就是修习观察。下面来谈另外一个心所，无常。无常是不尊重自己。所以造恶不会有余，英文呢，也可以翻译成良知，没有良知，无常。另外一个听说是无愧，对于遭恶不会感到害怕。其实恶是不畏的，但是这边呢，却无愧不害怕遭恶。有一些禅修者呢，因为不尊重他人，不尊重同修，所以呢，他可以遭恶，就是因为他不怕遭恶。所以这是无常，这无愧的出现，跟纠察就把人类和畜生分别开来。畜生动物呢，不懂得尊重自己，也不懂得尊重他人，但是人类呢，就有这个能力，有惭有愧。下一个心术是，不打架。
标句。就是，心不平静。标举是心不平静，就像石头丢在土灰上，搅起的灰尘。所以，当我们造恶的时候，抹啊吃，覆盖了这个恶的果实，无惭呢？无愧呢？不会感到害怕，不会感到不会来造恶的标举呢？是心不平静，以此自罚，我们就不会由于造恶，对造恶不会感到由于。所以，当辨识不善法的时候，不善心的时候，这四种心所一定会出现。所以，这四种心所呢，也称为四位一世人，因为任何不善心，它都出现。所以，这愚痴人呢，是这四种心所的别名。接下来是贪主的心所，总共有三种心所。贪主的心所有三种，一个是罗巴，是贪，或者是贪啊，贪哈，贪爱。罗巴贪执着爱染爱，这一些都是这一个贪心所的功能。他会把所缘看到是可依的所缘。所以这种心所呢，就像抓猴子的镖一样，这些镖是为了要捕捉猴子用的，猴子镖，它会粘着任何东西，会粘着猴子的手、双手、脚，然后头，乃至整个身体，最终就会被猎人所抓。同样的，如果你黏住这个或那个东西，魔王将会来捕捉你。所以，贪就像捕猴子交一样。罗巴，我们说过，之前谈过罗巴贪和杂心所的强大抑郁，强大呢，就像只想。要想要拿一把剑去射击，但没有想要抓住这把剑不放，这个是三大抑郁。
罗马滩呢，还有罗马呢，跟那大词有点相似，两个都是爱，但是那大词呢，更好的了解是像一个朋友的心，他一样希望彼此的福利，这个是慈爱。罗巴他呢，也是看待所缘是可爱的、可依的，而慈爱呢，也是以看待所缘也是可爱可依的。对于这一点呢，两者是相似的。但是，他呢，却会黏着所缘，没有这个所缘，没有这个人，或者是这个事物，就会感到伤心，会感到不开心。而慈爱呢，却不是慈爱呢，虽然对所缘会感到可依可爱的，但是他的态度是希望对方有利得利。虽然这个所缘不在了，他也不会，不感到伤心。这是贪和慈爱的差别。罗巴和丹塔。贪和贪爱也是轮回的根本，就像之前谈的无明一样，这个是第二个轮回的根本。另外一个心所是邪见 ditthi。具有邪见，有一些邪见是很严重的，有一些不是很严重。比方，当你认为自己有这个灵魂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。自我见，它是一种邪见，但是只要你还有这种邪见，你就不能提这涅槃。但是如果你造三业，也因此，那是因为你还在造三业，虽然有这种自我见，你还是可以投，因为你的三业投身到人间山去。但是，这个是比较微弱的邪见，但是什么是严重的邪见呢？严重的邪见是会因此而导生因果，一个导生果报的，导生业果的。即使生活不过得很好。即使要过一个好的生命生活也是很难。如果具备这种严重的邪见，这是什么样的邪见呢？他就会认为没有布施的利益，没有供奉的利益，没有父母
没有我，没有此生，没有未来生，没有过去生。没有佛陀，也就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真知体证而教导人。没有修行人，或者是僧伽，是在法中进步的。他们持有这种邪见的人，跟他们这些见解跟实际发生的不一样。实际发生的是一种，他们的见解又是另外一种，因此这种见解称为邪见或者是错误的见解。因此要具备真见，要了解因果的话，我们就要学习佛陀的教导。在佛陀的教导中，佛陀解说很合理的、很逻辑的解说，而且呢，通过实际修习止观，自己就可以观察到此生跟过去生的因果，可以找出它的连接。同样的，再去观察也可以。去联系因跟果之间的关系。同样的，要去除这种自我见、自身见，要知道这个没有这个自我，就要你禅修者就要修习辨识明法、设法、因果、生灭，如此修习就有机会去除自身见和自我见。下一个心所知，慢慢，或者是骄傲，慢呢是要把自己一直放在最高的位置。这时候的心是不谦虚的，慢是跟谦虚直接相反。那时候的心是粗糙的，不想要礼敬任何人。时常他会比较，做比较，我比那个人好。或者是我比跟那个人是同等的，有时候即使自己比别人差，他也会认为我差，我也不管，这也是，也他也不在意，这种也是慢。因为有慢，我们因此不会去恭敬值得恭敬的人，这种业呢，就会导致自己投身到很低贱的种性。
其实通过去除慢性，我们懂得恭敬该恭敬者的饮食，能够导致自己投身高级的种性。如果我们投身到高级的种性，我们会发现，你会发现到高级种性的人时常受别人恭敬，而他能够投身到这种种性，都是因为他造了这种恭敬的业。但是如果投身到低等种性的低级种性的呢，就会被别人看低、看轻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果报呢？因为过去生也自己是造了这种傲慢的业。并且有一些条件在，我有些条件呢，导致一个人投身到高级种姓，就像在佛陀时代呢，种姓最高级的是玛哈那玛大明尊者，大明尊者呢是来自第四释迦族，他出家呢是以国王的身份来出家的，虽然其他的也有从事。释迦族主。因此呢，能够投身高级种姓，他是第一的。有时大明尊者他是投身种姓最高，种姓高，这高级种姓的第一人。针对这一点，他造的业是什么呢？老师不能记得详细的。一般来说，他造的业是，他会护法，比方教导法，以此业，它可以导致自己投身到高级种姓。就像在过去的人，过去的说法者呢，他都拿着一把伞来盖着自己前，遮着自己前面。所以，如果说一个人，他供养伞，供养一把伞给出家人，在说法的时候的言前面，这也是类似护法的行为。比方供养法座，在开示的时候做护持，或者是准备座位给诵念巴提摩嘎的进行的一些行为，这些都是导致一个人投身高级种姓的因。
也就是高级种姓和法呢是有关联的。现在我们已经谈完了安主、贪、邪见和慢。邪见和慢呢，不会一起升起的。它的组合是贪、邪见或者是贪、慢一起升起。比方，当你想要辨识贪主的这些心所，要观察贪邪见主，那你可以如此注意：这是我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车，我的身体等等。如此思维，你的心中就会升起贪和邪见的苏醒，所以。贪和邪见的苏醒，所以在你辨识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这苏醒里面的心识刹那有贪和邪见，但是呢，却不会有慢。执着这个身体是贪，但是想着，或者是有这种见解，就是我的身体等等，这也就是邪见了。所以，如果你要想升起慢的心所呢，你要让慢心升起去观察它是，如果你这么想啊，我的车比别人的车好。或者是我的家比别人的家好。如果我们如此在心中做比较和较量的话，不善心升起，那时候呢，就有该说的四种愚痴人，就有贪而慢。现在我们来继续看称主。首先是多萨嗔或者是怒，看到所缘是不可逆的，不喜欢这个所缘，想要破坏所缘。忧愁、担心、悲哀，这些都是嗔主的，都是嗔。这种心理状态呢，是敌人的心。如果我们心中有嗔、多杀，它就像有敌人在心中。通过修习慈心，就可以去除这种嗔。看到一个人善良的一面，
你就可以去除尘。饮食撑呢？撑的像皮实。有很腐臭的尿里边，还加上毒药，那这种尿呢，不只是味道不好，而且还是有毒的，这是代表撑的屁。一般来说，比姑呢有一种药叫腐尿药，它把一些果汁跟牛尿泡在一起作为药，在牛尿里边发酵。那这种药呢，气味很难闻，但是却可以治疗病，撑呢是代表这种药叫做腐尿药，但是里面呢还加上毒药，味道不好，气味不好，而且还是有毒有危险，这是代表撑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有撑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感受不好，而且也会因为撑而带来不好的结果。它跟贪不一样，贪虽然是名作，但是呢，它味道还是好的，只是它会带来危险。比方你在家里跟太太、跟丈夫、跟女儿、孩子一起生活，感觉到很甜蜜。也许它味道是甜蜜的，但是嗔呢是相反的，跟贪相反，味道不好，感受不好，而且也是有危险。因此，这一些心所是不应该培育的，应该排斥，心中不应该接受这些心理素质。下一个心所是，ISA，妒忌。嫉妒呢，是看到成功的人却感到不开心，心中不快乐，不想听到别人的成就。嫉妒呢，时常跟嗔一起升起的，它是跟嗔相应的。那当嗔可以单独升起，然后嗔跟妒忌、嫉妒可以一起升起，但是嫉妒本身单独
在没有身体下，它是不会生气。没有。下一个是牵令或者是姿势。这种翻译还是不足以形容马加利亚。马加利亚呢，是做意自己的成就，但是却不想别人分享到这种成就。比方，当假设我有这个东西，这样的话，那时候心里想到不希望别人有同样类似这样的东西。但有时候他们会跟你要求这些，比方花。如果说，自己对这个花有执着，想这个是贪。但是如果别人呢，有同样类似这样的花，虽然这些花呢不是自己给别人，也不需要给别自己给别人，但是别人自己有这些花，他还是生气，还是不愿意看到别人有跟他同样的花，可是。这边的天命呢？伊萨对基督和玛加利亚牵连，如果我们申请这些星座，它的夜可以导致新一期的生命。又离开丢天了，因为老师谈到咕咕叫。坠毁是看到自己曾经做过的不善，或者是一些善自己没有做过而升起坠毁，升起这种心就才叫做坠毁。咕咕叫呢，是另外一种心理状态，跟嫉妒和牵连不一样。因此呢，牵连、妒忌和追悔，由于三种心理素质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不会在同一个心路升起。我们今天谈到这边。李静霞的。这14种不善心所，是不是五该呢？老师回答说。五该呢？第一是业力盖，就是贪嗔恚盖是嗔，昏沉睡眠呢？我们还没谈，这个是另外两个星座。那
调取罪悔该呢？调取我们谈呢、啊？那罪悔我们谈呢、啊？然后乙盖乙我们还没谈，所以呢，五该里边呢，没有包括吃作为五该的功能。对不起，第六个该呢是这个无名是次，所以呢五该里边前面讲的五该，它有八种，包含了八种心所。它的问题是，这14种不善心所根除它是不是阿罗汉呢？就是回答说，如果所有这些根除了，就成为阿罗汉了。作为寺院的管理者，他有时候分不清，在管理寺院的供养的时候，他分不清什么是慷慨，什么是牵令。因为如果说作为管理者呢，他不舍得用这些布施者供养的资金，感觉到好像是牵令；但是如果太浪费，又好像浪费了是新师门的供养，所以要怎么分得清呢？应该怎么思维才是正确的？那就回答说。第一是针对规矩，比方如果施主这些支具是今天就要供养的。或者是给隔天的。作为他要今天供养的，但是呢，却在明天才供养，这就不正确了，不恰当了。因为事主的意愿是想要今天做供养的，所以规矩上这是，如果改成隔天供养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有时候你可以解释，虽然。可以，不用直接解释。比如说，你刚刚可以说明天可能不够。还有今天呢，可能不大需要类似这样的人，这样的信息可以提供。所以呢，应该根据规矩来。运作，如果施主听了这种讲解后呢，他说：“今天可以供养一般，明天供养一般，如此呢就如法了。”然后第二种因素要考虑是提出了规矩，还有就是动机。如果你的动机是想要对方，虽然减少食物，不要让对方吃那么多食物，这个是不好的。但是如果在管理的时候，动机是。如果今天我把所有的都用完了，明天就不足够了，那这种东西就没有问题。
所以需要醒思啦。醒思什么？第一个是针对该遵守的规矩，第二是针对自己的动机。的确有一些瑕疵在里边，是如此的。无论施主们供养什么都好，他不会去干扰施主的意愿。但是在缅甸有一些很出名的霞多呢，他自己也很知足，即使自己的故地也是很简单，他不要执着故地，只要适合住就好了。那时候，寺院的施主们呢，就会说：“这样的，虽然你想要建这些简单的，但是我们供养也感到很羞耻。请让我们供养恰当的谷地吧。”同样的，他也鼓励施主们，鼓励每个人。以其供养只是一天一天供养食物，供养些各种可以供养各种菜肴，全部在一天。有时候可以因为国家贫穷的缘故，可以跟施主说把供养分散成几天。如此，这是这些霞都有的一些意愿，这些霞都可以如此建议。但是这位霞都的自传里面有时候会写下，这位霞都本来就很出名了，因为他是作者，他就说，虽然我很出名，但是还是很穷的。早餐呢，他只是简单吃一些面包罢了。虽然不是非常的贫困，但是还是很大很简朴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要减少其他人的力量的时候，是要谨慎，要考虑的是规矩是什么。所做的决定呢，一定要遵守规矩。第二呢，是自己的动机。那时候有一种说法，能够荣耀的过一天，好过100天贫穷。这是一些他发现一些事主这样的心理心态，因此呢，他们会供养一些。在一次过就供养最好的东西，不去担心明天有没有得供养。那相比之下，如果每天只供养一点点，但是每天持续供养，所以哪一种比较好呢？哪种供养比较好呢？一次过供养最好的，还是每一天做少少的供养？老师回答说：“作为有智慧的人，而且知足者，这一些人呢是安全第一，因为他们会对比较安稳的状态，会比较
因为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修行，他们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安稳的。但是有时候呢，一些人不是这么想。当然，如果是自己的诗句，在这种状况是好的，因为作为有智慧的人，所以自己心知道什么才是比较有保障。但是这个是针对自己啦，但是如果是给牵涉到其他人的，就要等到，就要能够平衡啦。如果说市场都是供养很菌拔的，其他人可能就不能够安乐而住了，时不时也要给大家一些享受，同时呢，也要教导所谓的知足，让大家知道生命什么是更重要的。当群体知道有这种智慧，知道这些法过后呢，他们也许就能够在比较有保障的情况下安住。西方在老师的寺院有一些这样的规矩，如果今天供养只是给今天，就只是保持在今天罢了。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供养食物，就不拿这支具来做建筑，就是专款专用。但是如果实在需要的话，那有时候就会直接公布了。现在这种供养，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住所。那大家是否认同？如果认同的话，如果大家认同，而且是真的确定是需要的，因为施主已经供养了，那时候大家认同了，就可以拿来做其他的用途。另外一点是，如果施主来了，供养，如果说供养的应该要依施主的意愿来专款专用，但是如果要做调整的话，要让施主们理解，如果施主能够接受，就可以做了。但是有时候，如果我们单纯依施主的意愿的话，施主也会感到满意，因为满意他也会扶持。但是有些寺院它运作的方式不大一样，比方施主供养食物，但是还需要其他的支具呀，在寺院生活需要其他支具。比方是主们供养1000，可能100、200可以用在其他的用途。听起来很好，这样来运作，但是过后呢，如果事主知道是这样运作的话，我供养1000，你只用100、800来给这个东西，有时候反而它的效果不好。但是回答说，你需要的可以教育或者是鼓励这些人们，
那问题是，在一个心路过程。在一个心路过程里面，他的心跟心所数量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在一个心路过程里边，不同的心识刹那里边，他的心心所数量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？老师回答说是不一样。比方塑形的。数量跟一门转线的数量不一样的，只有一，所谓前面的一跟七是大家都一样，其他的星所那就不一样了。那问题是，耳石、彼石、彼石、眼石、耳石是眼门、耳门申请的。那其他的心识呢？是不是在心所依处、心脏里面生灭呢？还是在其他地方生灭？老师回答说。所有的心识都是从心脏出现，除了眼识在眼门有善和不善的果报，两者识，耳门也会有耳识两种，善和不善的果报。身体也是身识，也是有两种善和不善果报。对，生死，那除了这五双五识，所有的其他心识都是在心所一处升起，在心所一处灭。那问题是，在所有的，听不清楚问题。那所以他说，比方在生食呢，也有八种名法，一跟七。体质在辨识色法的时候，可以取一组的色聚，或者是一粒色聚来辨识。但是，它可以看到颜色和形状。但是，明法呢？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？老师回答说，根据应该要根据教理先去理解，对方。眼门心路，一门心路，第一个刹那是一门转向，一门转向是什么呢？心开始转向于它的所缘，这是转向的心，所以你可以通过理解过后呢，尝试去了解所谓的
一门长相是什么？过后呢，塑形是完全去体验这个所缘，来尝试着来尝试去形式这种状态，去理解塑形。比方曼诺多拉瓦加那，一门长相心，长相这个转向的这个刹那，要变成里面的心所的，你可以。看转向是转向，比方塔，那里边呢有触，就是接触这个塔这个所缘，然后收呢，你会看是乐收还是舍收，那有思心所是鼓励跟催促所有的心所都朝向你这个所缘，以这种方式去行思，这些是明法，没有形式，没有颜色，它只是一种心智。比方，什么是快乐，什么是伤心，这些概念呢？是从小对于这样的概念已经了解了，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概念去理，通过智慧去理解这个所谓开心不开心的性质是什么，可以体会到。同样的，在电视明法也是如此，通过先了解它的内容、它的概念，再去辨识它的性质。那问题是下流。现在我们再根据《大念珠经》里面的入处洗面品去学习。那这十个步骤完了过后，我们进入禅那呢？还是在维系过后要再转修什么才到观禅？老师回答说。这四个入处洗念的步骤是正在大家正在修的。过后，如果依次提升到初禅，初禅里边是维系的，气息是维系的，但是跟二禅相比呢，它还是很粗，所以呢，心要更细、更维系，如此二禅会更平静。如以此类推，到第四禅，到西禅，四禅过后就可以转修观禅。他的问题是，入处洗念有16身形，那在16个步骤里边，前面4个就可以体证禅那吗？还是要往前去玩16个身形？老师回答说，前面4个就可以体证禅那，不一定不需要16个身形去玩才体证禅那。我们分享功德。毗达摩婆娘，涅槃那萨，阿遮耶，阿度，玛玛波娘巴伽，萨婆萨达那，巴揭谛，帝萨埵，梅萨玛，波娘巴伽，那班都。Sadhu, sadhu.